好，一眨眼又翻嚟 podcast 嘅時間，又係呢只貓啊！係啦，嗨！我經過上一集介紹咗 My Soup 之後，我哋今集又請到佢啦。My Soup 喎，你而家叫佢？咦？係啦，咁我哋上次有介紹過 My Soup 啦，咁佢係一個旅遊嘅 video blogger 啦。係啊。咁跟住佢亦都係，即係我哋叫佢做一個製作人㗎啦，可以係。冇錯，一製作多一條片出嚟就係製作人啊嘛。你講得啱，應該一張相都係攝影師。係啦，咁我哋又睇過之前佢去過嘅名古屋啦，同埋飛陀啦。咁我哋今個禮拜都要繼續呢一個咁嘅 topic 嘅，但我哋就想深入多少少。咁啊 ，Jess 覺得應該點樣深入？其實我好想知道咧，即係做我哋大家都係做製作啦。咁我哋做緊嘅製作咧，其實就係交俾客户嘅嘢，其實就好多規矩啊、規範啊，或者咧要去到達至某一啲嘅職業嘅思維啊咁去用嘅。但係咧，你哋嘅製作咧就會好似 creative、好創作，甚至乎咧係做一啲咧人哋未見過嘅嘢，你要俾人哋去睇嘅。咁咧，其實喺從中嘅過程啊係點樣嘅咧？有冇辛酸史啊？大唔大壓力咁樣嘅咧？其實都大壓力，因為越嚟越多人做類似嘅嘢啦。你又想跟別人不同，但是有時可能塞住了一個位置，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跟別人不同，那陣那個壓力就在那裡。還有會不穩定，我們的製作都會不穩定，即可能我要堅持自己的創意，還是做客戶想要的東西呢？哦，你都會面對這個問題的。都有時會的，當然收得別人錢，製作一條旅遊片或者什麼片都好，他有他的要求，但是我又有我的堅持，樣其實都有點壓力的。你有多堅持呢？其實我都挺堅持的。因為如果他怎麼說呢，我覺得你找得我就是喜歡我的 style 才找了，而不是純粹我拍條片剪條片給你這樣。那些是宅男，他喜歡你而已。喜歡我的風格的嘛。嗯，因為就不想俾佢哋改變咗你嘅成個 channel 或者係成個性格。因為中意你嘅人都係想睇你嘅嘢啫。係啊，我都驚即係睇開我嘅人點突然間咁 commercial 嘅咁樣，我都怕呢樣嘢嘅。OK， 咁其實你會定義自己個職業係乜嘢啊？其實 slash 做都係係咯係咯，我好難定義。喂，即係導演，因為導演又係你啦 ，model 又係你啦。燈光又是你啦，係 actress 啦，已經係唔係 creative 哥又係你喎。我製作其實好犀利喎，呢件事係。同埋我做其他唔同嘅，因為 slash 係講緊唔同嘅崗位啊。係啊。咁除咗頭先，即係頭先你講嗰樣，就其實係一條 video 嘅唔同崗位啫。我做其他。除咗呢啲，我都有做其他電視台嘅主持，同埋我有做電影幕後的，即係我係咩都做的，我只要喜歡，人哋又信我，我就會做嘅。係啦，總之大家要留意翻以下依幾個節目啊，我都要睇翻先。廣告時間對唔住，啊 ，Will TV 嘅2蚊油第二集啦，係咪？係。我特別講 Will TV 嘅2蚊油第二集啦，係港台31台嘅自在8:30。8:30啊，留意翻。自在8:30。係啦，跟住世界最愛珍珠奶茶的人類。最愛珍珠奶茶的咩話？我真係好中意珍珠奶茶。真係㗎，不過你小心啲飲啊，依期啊。點解嘅？因為自稱手炒黑糖嗰啲咧，好多都係落色素嘅，而色素咧係會令到人嘅身體。咦？珍珠奶茶點整㗎？係一粒粒，然之後煲出嚟㗎，煲到，然之後煲到發咗之後咧，就會放入去一啲即係甜品度糖水度啦，再搞出嚟嘅。都知道，因為我都做過珍珠奶茶，因為我太喜歡珍珠奶茶。所以我都會知道有啲邊啲類型嘅飲品係加色素嘅，但如果即係就咁講珍珠奶茶，即係有珍珠人奶茶啦，就最 basic 嗰種咧就冇色素。即係你嗰個係真點一點珍珠奶茶，係真珍珠奶茶，係即係黑糖嗰啲，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。OK， 做咩節目啊？卡牛哥，本身呢個主持咧係2米高嘅，佢頭先同我講，係我大家可能唔係坐喺度嘅時候唔覺嘅。但係企起身就有2米嘅，所以如果你180嗰啲 cm 咧，都係即係放棄啦，放棄啦，佢係高妹嚟嘅。係啊，高過個燈塔。6尺高都冇用啊，要6尺3先得。係姚明啦，姚明先襯得起我嘅。姚明7尺6高過少少。OK 嘅，我哋有個最萌身高差。OK OK。好啦，咁我哋翻製作人嗰度啦，去得太遠啦，真係。
救命！停唔到。頭先 slash 咗咁啊，喺製作人呢個崗位入邊就好多唔同嘅崗位啦，但係喺其他地方即係有。有做主持人啊，有做電影幕後啦，係咯。咁仲有啲咩係做唔到嘅咧？你好多都做唔到，搬搬抬抬嗰啲都唔得噶。我覺得指指點點你係 OK 嘅，指指點點 OK 嘅，兵位啊呢啲，突然間又俾人話收兵。係啊，咁點啊？咁收兵唔收兵咁，咁邊個幫你搬搬抬抬咧？自己嚟咯。自己得讀電影的女仔是要自己不得都要得的。你是讀什麼電影？即是哪一屆的？浸大電影的。哦，你是浸大的。嗯，我是浸大。你們呢？哦，怎麼大的？我是打大的。我是嚇大的。我看你兩個說什麼。終於 get 到了吧？但是你如果電影幕後，你現在是做關於電影的什麼工作？這個可能大家又不知道的。哦，因為呢個就少啲人知嘅，少人知喎。因為呢個可以將你才女嗰個特質咧，依家講出嚟喎。唔算，因為其實我讀電影嗰陣都好中意美術組嗰邊嘅，即係可能場景設計啊，或者係decoration 啊嗰啲嘅，所以我之前做電影幕後都係跟美術組，即係跟一個大佬，我哋個大佬就係嗰套電影嘅美子啦，咁樣嘅。即係仲問嗰啲 friend 咁樣。係。啲 friend 咯，我個大佬係咯，啲 friend 咯，係咯，佢啲 friend 咯。啊，即係依家咁多崗位啦，咁多能力啦，咁人哋睇你即係人哋眼中睇你就覺得哇好爽啊！又去東京，又去倫敦，係咪？又 Harry Potter 咁樣出現，突然間又學假妹咁樣，咁係咪真係咁爽？係咯，嗱，你知嘅咧，其實人嘅資歷咧，會一年一年咁樣遞增上去咧，然之後大家都會咧有啲 post 會轉噶嘛，嗰個又話升職啊，加人工啊，然之後又話帶隊啊咁樣，突然間又買一個 Benz 啊，係啦係啦，總會喎，跟住咧有啲車時先，星期五咧有個泳池喺度啦，嗰啲咧有多埋你翻屋企，係啊嗰啲咧，咁但係你生活咁樣點樣啊 ？Slash 做嘅生活又點樣？你向唔向往佢哋？但係唔係嘅，我做翻自己，我享受我自己生活嘅。我會向往佢哋份糧咯，因為出嚟都做咗幾年嘢，咁身邊啲朋友都係啦，咁佢哋都係跳咗幾級啦，嗰個人工，跟住就覺得哇，你哋好穩定啊。其實因為 slash 族最唔好嘅咧，就係我哋好唔穩定，可能今個月達標啦，家用都可以俾多啲啦，咁樣嗰啲啦，跟住下個月突然間，手緊咗喎，但係咧佢哋咧就可能你會覺得佢哋嘅生活係黑板啲，但係咩黑板啲啊？朝九晚十一唔係黑板啲啦，係咯，即係比較重複性，佢哋重複性一點鐘仲去覆緊 WhatsApp， 係啦，咦兩點老細 email 嚟咁樣，咪咯，跟住就會覺得雖然你哋好似好辛苦，但係你其實好穩定。仲要努力咧，你安慰緊佢哋而家。其實好好噶，我覺得。但係我因為自己係一個坐唔定嘅人，所以我就唔中意俾一樣嘢。我都坐唔定噶，我唔知有冇分享過咧。我係咧，即係以前我做製作咧，都有做跟師傅嘅時候啦。咁咧要執相噶嘛，我係執相咧，執五分鐘、十分鐘、三十分鐘，我瞓著咗啦。我頂唔順噶，坐唔定啊呢個就係啊。咁依家就梗係好啲啦。呢個應該。注意力不集中，不是我其實我是不喜歡同一樣嘢做十次的。我都是啲咁嘅人嚟噶。我唔得噶，同一樣做十次。所以我就做咗啲咩都做下嘅人。怪唔得只玩龍珠冇我玩得咁好。係啊，玩龍珠不停碌嚟碌去咧，我要唞一唞，打翻呢個食雞先。哇，好忙啊咁樣。就要依個依係咁樣咯，咁但係即係你係向往佢哋人工，即係但係其實你唔向往嗰種生活嘅。非常之唔向往。我其實我覺得都係睇人嘅性格嘅，咁佢會覺得我好似好爽咁樣，但係其實我就每一個月都喺度擔心緊，其實下一個月啲 job 夠唔夠咧？係啦，咁條片趕唔趕得切咧？咁樣樣嗰啲，但係係咯，睇人嘅性格。咁呢個都可能係個營運一門生意嘅。嘅擔憂嚟嘅，都唔係淨得你嘅。係啦係啦，其實都係係咯，我呢類人嘅擔憂嚟噶啦。嗯，咁都合理，都合理㗎，因為冇生意啊嘛。因為始終報税嘅時候，你都會話俾税局聽，我今年賺嘅錢入邊每一個 job， 下年都唔會翻入嚟嘅。咁你唔好叫我俾預繳，咁即係呢下其實係幾悲哀嘅，我覺得係咪啊？即係個不穩定性個高到一個位係，即係要同税局講喎。
但調翻轉，你唔好 expect 太多。你嗌我好穩定咁樣去嘅話咧，我又覺得冇人生喎。即係我哇，二十五歲開始打工，或者三十歲開始打工嘅話，打到六十歲死啦！我燒幾多青春啊？燒俾老闆喎。嗯，但他可能會覺得我穩定就 OK 咁樣，安全感咯，會求個安全感俾你。有些人如果冇份工係冇個安全感嘅，我知道。嗯，大家係需求點唔同嘅都係。其實某程度上我都似係冇一份工咁樣樣嘅，有工嚟我就做咁樣樣，係咯。嗯。但我又唔需要好大嘅安全感，因為我覺得有時努力去爭取咧就會有你嘅機會咁樣樣。唔係，我聽嗰啲好多嗰啲有啲水兵嗰啲好多好多。贊助噶嘛？兵係如何收兵？即係你冇你，我知道你冇啦。我知道有好多油啊嘛。咁樣嘅尊容，有好多油，有水兵贊助噶嘛？唔係喎，睇數字，即係永遠都係數字説出一個事實噶嘛。一年內可以多咗成萬幾兩萬個。努力，因為努力，一定係靠實力係嘛？冇其他嘢可以靠到到。我哋講係咪有邊睇我哋？係啊，我哋可以睇過曬。不如我哋上次睇過名古屋，今次我哋睇下日本另一個城市啦。可以講下製作啊！今次我哋好，好，好細個我哋一邊。哇！呢個《東京之旅2016》舊，我竟然係俾咗呢條片啊！哦，哇！你好細個喎呢個樣，我好細個啊，啱啱係喎，哇！真係唔係好敢睇，可能播到一半我就會忍唔住叫大家 cut 咗佢。係，我哋係唔容許呢件事發生。我唔記得咗我係俾咗呢一條嘅，你講係。你話全部都用得㗎嘛？我本來想，我本呢個就係你個密友啦，係咪？我本來想 download 埋你馬爾代夫嗰、那個，不過我冇時間。啊，應該嗰條會好啲啊！係咪？我哋叫 operator 即刻 download。係因為呢個係開頭剪片啦，我覺得係比較粗糙的一個作品嚟嘅，所以我自己都唔係好敢睇翻。但嗰時有冇 stabilizer 或者其他嗰啲？冇嘅，完全沒有啊！嗰部機仲要係好渣嘅，但都拍到，但都幾好喎。其實而家咩機都拍到㗎啦，講真。係啊。你 iPhone 就咁去旅行，你都可以剪到自己翻嚟嘅。啊，呢個就係我同我一齊去旅行嘅三個女仔嗰個其中一個啦，我好中意睇你哋一齊跳舞啦，同埋扮嗰個創世紀嗰、那個，哦，嗰、那個真的很好笑，好中意，因為我哋三個係中意扮嚟扮去，跟住周圍跳舞。我笑咗好耐嗰單嘢，喂，真係可以播一半嘛？呢、這個真係。哦，可以。剪得太差啦，嗰陣係第一條嚟嘅。佢話好喎，頭先。我哋播多五分鐘就 cut 咯。五分鐘完咗啦。嗰陣就係去東京啦。其實有啲咩 tips 可以俾觀眾？好搞笑啊！即係就算依家好粗糙咁啦，都係一條片嚟噶嘛。咁你嘅心路歷程啊，同埋講下有啲乜嘢佢哋啲依家啲朋友如果想出嚟真係拍片嘅。他們又不是一些專業的人士，是的，那他有些什麼要注意或者應該怎樣 去拍會好一點呢？因為我自己是喜歡比較 informative 一點，我不喜歡說我今天很悠閒亂那麼拼去一個地方，我都拍了一條片，是的，我比較 informative 一點，即可能你看到我就算很粗糙都好，我都會有些 tag 了那些地方樣，但是我不喜歡這條片，因為好像我在裡面都講不到什麼，即是沒有內容，沒內容，是的，即是吃個鰻魚，其實應該講到個鰻魚的少少資料樣。那如果你講不到都好，你給他一些靚仔的 close up，即係等人哋覺得我應該，佢本來係一條鰻魚嚟㗎，我食完就變鰻魚。我可能本來紅鰻魚嚟，總之係我會追求一條片係比較 informative 啲，咁一定要多 shot 啦。咁你可能食飯，你唔係同佢講話。呢個幾搞笑，急的盡頭。係，我唔知求咗啲咩翻嚟，跟住係咯，盡量唔同角度咯，同埋如果你真係有 tag 要講，你係咪整爛咗佢？唔係，佢本身係咁樣。我強調佢本身係咁樣樣嘅。如果有聽要講，一定要講得清楚。即係等人有機會會重新再睇多一次咁嘅意思啦。係啦，即係佢攞比較主攻 information 係咯，你拍旅行片都係想介紹個地方。如果我作為一個觀眾睇到你就咁喺度亂咁揈咁樣，我就唔係好想睇落去嘅，亦都冇意義啦。
因為抄翻資料真係攞嚟用嘅時候咧，就真係都唔知睇嚟做乜呢條片，好似浪費咗人生幾分鐘。你片都有功能性喺度嘅，其實都係啦。咁呢條就冇乜啦。但係咧，但係我哋睇得好開心喎。但係我見到即係啲片，我唔係你預期嘅。好，好啦，賴鏡完咗啦嗰邊。好，等你講完先。講完。跟住咧，即係我睇到啲深少少嘅嘢嘅。啊，幾深？你睇我想知睇啲咩深嘅嘢。食相其實係一個好難控制嘅一個。外貌嚟嘅，哦係，誒，咁點解你可以食得咁引人入勝嘅咧？成件事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咯，我覺得拍食嘅話係一定要拍自己中意食嘅嘢，嗯，即係唔好似陳敏芝咁樣咯，搞少少咁樣樣，唔食啊嗰啲，其實好慘，因為拍食咧，你一唔中意咧，就觀眾係一睇就睇到，哇，佢夾硬食嘅喎，你睇下佢食完個樣咁樣樣嗰啲，係咯，嗯。咁點可以食得可愛啲咧？即係啲女仔拍嘅話，因為咧，其實你之前唔係喺嗰間另一間咩乜乜去邊嗰度嘅，講得㗎，講得㗎，我唔記得咗。咁咧，因為依家後屘你唔喺嗰度啦嘛，係，跟住有另一個女仔啦嘛，我睇我間唔中都有睇下嘅，我發覺佢食嗰個嘅技巧咧，好似同你都好類近，即係我見到嗰個女仔食嘅時候，我諗起你嘅反而。哦，就反而我啲朋友話唔似。我覺得佢有少少想學你咁樣。誒，唔好咁講，唔好講，我講啫。嗯。好尷尬。有啲尷尬，因為冇人食嘢都係嗰幾個樣嘅啫，係咪啊？即係有啲特定樣嘅，會生出食啊。你中意食。即係先由只虎齒咬落去，然之後再去到。唔係啊，我諗你冇睇過，因為我都有，即係我認真睇過。哇！咁變咗我一再 compare 嗰兩個人嘅時候咧，我睇。阿 B 即係後面嗰個嘅時候就諗翻起阿 A 喎。咁因為嗰個女仔好中意佢嘢，諗睇得多，咪就係嗰啲嘢咯。即係我都好中王家衞啲嘢嘅，咁所以咪拍王家衞啲。好正，好正。唔好意思啊，答唔到。勁開心啊！係啊，我想講你中意食嗰樣嘢。好乾啊，成件事。中意食嗰樣嘢，你食落去嗰下個樣係其實點樣都會靚嘅喎。因為很幸福嘅喎，嗰個小二食都幸福咁樣。係啊，你會覺得哇，佢有時唔係真係想睇一個靚女食嘢噶嘛，我想睇你食得好開心。嗱，重點嚟啦，抄錄時啦。唔係你認為啫，其實大家都想睇個靚女食嘢。唔係啊，小二我都中意睇佢食嘢。金剛都 OK 啊。我睇金剛食好食啲，好食啲要睇。要睇佢食得好開心，咁其實你就會覺得嗰樣嘢好似好好味咯。即係唔係錯曬嗰啲，嗯，好好味啊呢樣嘢嗰啲。你試過錯過嘅，但係發現唔得嘅嗰件事。唔得嗰個樣，你自己翻去剪片都覺得哇，呢條女好 X 架啊咁樣，自己睇都頂唔順，剪唔到落去咁樣。其實嗰個英文出得嘅，另外嗰個英文都好 L 架，費事太兒童不宜啊！呢個台呢個台係冇小朋友睇嘅，唔知㗎。唔係有啊，有啲觀眾會同啲小朋友一齊睇嘅。唔係不嬲嗰啲阿媽嚟，唔係啲阿媽嗌啲仔咧嚟睇呢個節目咧，有益啊，可以學到啲職業知識啊。今日就唔係啦。唔係今日其實嗰個造詞咩嚟㗎？其實今日都學到嘅，即係食嘢要真心，係咪先？係，如果拍食嘢係要真，係啊，真係覺得好味。因為我自己睇，例如睇森美咁，我覺得森美食得好開心嘅，所以我中意睇佢。係啊，森美。但係陳敏芝嗰次嗰個咧，我就真係唔～我都唔想去。咁佢都好真心嘅。同埋我自己，同埋我自己去台北去咁多次咧，去介紹啲地方，我真係覺得一般咯。係咪啊？嗯。咁你又會點？因為你台灣 L 啊嘛，你係。係啊。係咯。台灣 L。J 台灣嘛。咪咯，你更加清楚台灣有啲咩好食啦。咁但係嗱，好啦，講呢樣嘢啦。咁你會點樣去選擇嗰啲食肆咧？定係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喜歡？還是你會即係其實你試食咗先，然之後先再再拍。我意思係即係你係會即係自己揀一個你中意嘅位啊，定係你係會覺得點講咧？俾你打亂咗添。嗯。我大概明。咁犀利，好聰明。如果我要拍一條純食，即係可能東京十大美食推介咁樣樣，我會點樣揀啊嘛？類似有啲好行噶嘛，介紹。係啊，有啲好行，我其實會避咗，但係我都會睇過唔同嘅人寫佢哋推介嘅先。係。咁我揀從中揀咗自己有興趣嗰啲，咁我就會去食。
咁我點都會拍咗先。翻到嚟覺得有啲唔好食嗰啲，我真係成段唔要咁樣樣嘅。咁啊得出咗我最後我嘅推介咯。咁但我都會盡量揀啲唔係連鎖嗰啲，因為我覺得連鎖我揀得嚟嘅話，我唔一定要東京食㗎。我可以在名古屋吃啊，咁樣樣嘅意思咯，係咯，甚至喺銅鑼灣食都仲係啦，嗰啲我就唔會揀啦，開到嚟香港，佢哋日本食吉野家，其實我真係未試過，我都未試過。嗱，我真係試過，我去日本食吉野家，你就好肚餓啦，即係點解你咁睇唔開啊？唔係已經食完壽司嗰啲啦，唔同啲㗎，真係唔同啲，真係好好食㗎，真係覺得好好食，我食飽咗再食都覺得好好食。咁犀利㗎！嗱，我哋話齋，你即係你夾住嚿牛咧，都唔係嗰個牛。我想問咧，你成日喺奧運站買嗰個壽司叫咩名啊？嗰個叫爭鮮啊！喺台灣食爭鮮同香港間冇乜分別㗎。我期待你講乜嘢啊？新鮮啲㗎！不過人哋可以坐入間鋪頭度，你就只可以外賣咯。喂，香港都有爭鮮坐落去嘅，係咪啊？有嘅，有嘅，有嘅，都係冇分別嘅，都係。你都係咁樣嘅質素，都好慘咯！輸咗嘢，哎呀，十點前收工快啲買。吃到的味道都是一樣，但我想知道日本雞翼家其實又跟香港的雞翼家是不是牛質的問題了。你香港那個呢，你是看到牛肥肉跟住吃下去，你是吃過牛汁而已嘛，是是的，牛肉沒有味的嘛，日本的雞翼家就有味了。其實應該是牛的供應問題，我們的牛是，我又不知道，他那邊應該是一定是和牛，可能他又是他們的牛是日本的牛，是留下一些好東西給自己，我們可能是打邊爐那些，我們會不會是新界的和牛超市買到那些綠綠的牛肉汁到了，是啊是啊， A 幾都分了嘛，不知道可能他吃那些是 A5 黃的，但那些 set 是一樣的， set 是一樣的，係啦，所以你下一個節目你可以試一試一下嗰啲，就做連鎖式。係啦，跟住可能去日本食薩利亞、麥當勞。冇錯啦，喂，麥當勞反而唔同喎，麥當勞係有特別嘢嘅喎。每個地方都唔同，其實所以我每一次去旅行都會及一及個麥當勞先嘅。佢上次我去食入布甸狗嗰、那個好似玉子將軍漢堡咁樣，但係布甸狗咁樣嘅甜品嚟㗎。佢係應該咁講，佢有好多個唔同嘅 item 嘅，其中一個就係漢堡包。咁佢上面就做到好似一個玉子，即係成個好似玉子將軍漢堡咁，但係個頂有啊布甸狗個樣嘅。哦。咁跟住另外有一個麥旋風就係布甸狗味咯。布甸狗味，即係布甸味啊。係啊，但係麥當勞嗰啲好似係會因應翻，其實我諗好多餐廳都會因應翻當地人嘅口味去調教，佢始終係食物啊嘛，一個飲食嘅服務業啊嘛，我諗佢都會因應翻當地口味嘅人去調教個味道嘅。係，所以我都每次都入去望一望。但其實就唔食嘅。但係啲相就冇香港咁，冇香港咁靚。我哋香港嗰啲大師影嗰啲，係啊，香港嗰啲靚啲。哦，你果然係攝影達人，會睇埋呢一點。我就睇嘢食，哦，原來出咗限定啊，咁樣。但你都睇到張相先見到個嘢嘅喎。我睇完之後，哇，好好味，我唔係研究個角度。因為咧，唔係啊，佢日本嗰個漢堡包，佢擺嗰個次序咧，同香港擺個有啲唔同噶。香港嗰個生菜係擺咗喺下邊嘅，佢嗰個係擺喺上邊嘅。哦，咁個技巧上已經靚好多。擺下邊係難啲嘅。嗯，係啊。哦，哇！你留意得好仔細。同埋你唔覺日本嘅食物廣告啲，其實主要係有食物以文字即係 typography， 或者 graphic 為主嘅咩？但係日本都靚，日本好啲。你真係留意好多，可能我真係望過嘢食嘅啫。係啊，我比較為食啊。但係日本個比例要好。日本麥當勞嗰個都靚嘅，但係就台灣個比佢再差好多咯。哦，係啊，你會諗住過去嗰邊？我唔會，因為我都唔認食物嘅。嚇係啊？點解嘅？其實有。拍風景拍人就可以了，但食物會不會是另一個挑戰呢？食物很難的，食物要有一雙巧手先，第一是第二你有啊，我都你又知道巧手我說技巧攝影技巧拍人之後先再跟你說是的。那去日本啦，我們去日本啦，還有些什麼可以玩呢？其實日本還有些什麼玩即除了拍食物啦，頭先落雪玩雪人啦，跟住喺電話亭戳啦。我比較中意鐵道遊嘅，咁嚟緊會想挑戰一下日本東北嗰邊，因為佢哋啲鐵路咧沿海嘅，但唔知道你哋有冇鐵道迷啦？因為我其實好中意搭住火車或者係啲電車嗰啲。浪漫號嗰啲係嘛？係啊，嗰啲啊嗰啲會睇穿過啲花啊，穿過海邊啊。咁你會唔會諗住喺東北嗰邊搭嗰架海底隧道上北海道咧？如果可以的話，聞說有一架叮噹號列車是在海底咁樣過去，哇，好正！青森嘅喎，青森嗰度去，青森去北海道函館嘅好似。
我會想答咯，但係而家會想挑戰，即係就咁本島嗰邊多啲，係咯，即係唔會過海住，因為嗰度已經太多靚嘅鐵路可以挑戰啦。如果你去北海道中間美瑛嗰扎咧，即係影到唔停啊，大卡啊要。花。要 hard disk 啊 ，sorry。係因為帶幾個 hard disk 過去。要啊，因為真係嗰個靚到不得了啊，就係差一個人嘅啫，好多時就係就好似後邊嗰張相咁樣。就係呢度啦。係啊，就係去啦。幾靚？呢個背影，呢個側面係啦，冇錯。好，跟住阿 Jess， 你想問咩？唔係，我就係想問咧，譬如你成個製作裏邊，即係我想調翻製作嗰邊。係啊，你製作裏邊嗱，你去咁地方咧，其實資金來源係邊度嚟嘅？資金來源好緊要喎，呢個翻工噶嘛，金主啊，哦，金主，因為我平時都有唔同嘅 freelance， 咁我去旅行。都好像一般打工仔咁樣，就係賺錢去旅行，係啊，再拍翻錢，拍翻片俾大家睇，係啊，跟住就燒曬佢，就又要翻工啦。係啊，咁有時有啲旅行片咧就可以賣俾 media 啦，咁嗰度又可能賺到錢喎，但係自己就會花咗啲製作時間咁樣嗰啲，但係我覺得係寓工作於娛樂，我覺得非常之 OK 嘅，係，所以都冇諗過，例如新假期話要請你，咁你都唔制嘅。我比較唔喜歡做大集團，係咁樣咯。係咪大家都會覺得 freelancer 就係好開心？唔係，好少錢，因為好多人都問我點解咁多錢去旅行，但係我有翻工嘅喎。唔係㗎，我覺得 freelancer 好多錢㗎，點解要做 freelancer？ 一樣，嗱 ，freelancer 都係養家㗎啫嘛。係啊，係啊。你調翻轉咁諗啊，其實 freelancer 係揾到錢㗎，先養到家㗎。揾到錢，揾到錢，多定少啫嘛。係啊。即係，但係要有個堅持，就係人哋壓你價嘅時候，你要企硬咯。嗯，係咪？我唔中意做壞事嘅。係，咁你有價值啫。唔係㗎，好多人都會turn down我講，哇！你咁都收咁貴啊，咁樣嗰啲，大家都想要。咁你又打俾我？係啊。咁因為太多人，我又唔係以一個低價去做同一樣嘅。係。係咯。咁啊，你有選擇，我都有選擇咁解咯。係。所以咧，今日嘅金句就係。雖然是一個 freelancer 都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價值，人家開個價錢你都可以說不值的。喂，最重要是自己覺得自己有價值咯，是的。但拍這片出來當然要得啦，是不是？都是要對得住個價錢的，如果不是都過不到自己的關。好了，我們下集再見。好了，拜拜。